合唱的终于来了，好，来，欢迎我们的邱显成、黄秋英。来，对，这是我给五里嘴巴，中下过来。感到英雄，谢谢。我家己的歌了。哦，我都要唱了。各位全岛的朋友，大家好！美丽家族三哥三嫂，你们辛苦啦！显成大哥、秋英姐的演唱，有你最伴。好，来，这首歌你讲你本人的呀、啊？哦，有。啊，你另外一位对象是姐姐一起合唱的嘛？
对啊，你们两个啦，两个人的歌曲，啊、对不 对, 对？这个是小三啊，哦、真的、哦、啊。那阿正公在哪里？在家里。哦，在家里啊，好好好。还、啊、有没有第四个？林弟姐就知呀。啊，林弟姐知道啊。喜欢讲林弟姐是第四个嘞。我错姐。伊你讲的啦，伊个正公嘛，迄个老小三嘛，迄个啦。啊、哦，是啊、哦。我讲小三的意思就是讲。哦会带出门的，会带出门的就叫做小三。啊，正宫就只能在家就对了。啊，大的第二个故事。哦，出来吃。啊，出来就大，就大间呢。那出来真大啦，故事。只能三四个个老啦，哈，对。对。大哥，你马来加几多拜啊？哈。我来几多拜咯？这边啦，是不是？这边来加几多拜？新的三次了。哦，也是。三次了哈。十一月份、十二月份啊。嗯。一个月也不能来两次啊、哦！哎，对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。连耍三个月都来。其实我十月份也想要来了。啊，真的呀、啊！那你们在试的时候，我人也有来哦。嗯。我人已经来十几朝几。哎呦，真的哈、哦！十几次、啊。哎呀，你们这个还没有装潢好。重点是因为你住很近啊。对呀、啊。家家刚才走到卡了呀。我带不起来顺顺逛。就我讲是有平安无，是不是？啊，姐姐、哦、你要不要跟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问一下好？美丽家族好，大家好，还有杏子歌唱的班，大家好。你住新竹啊？杏子歌友快乐族，杏子歌唱班，讲习惯。你跟老公一讲，来，杏子歌唱班，杏子啥子口？哦，沙鸡口啦，杏子歌友快乐族，你爱讲沙鸡口歌唱班啦、啊欸。我是杏子歌唱班，我是我是新竹的，我话蔡姐这样的。哎嘛是江西人，就是新竹官啦。好，啊你怎么那么大关系哦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关系跟我们关系很近啊。好，你们的关系很近，看得出来啊，站蛮近的、啊。关系，我们家去关西街上来跟几分钟，跟来龙潭街上。一样，6.6公里，好、哦，6.6公里啦、欸。然后你来这里比较远一点，哦、不到8公里，哦、可以讲8公里。啊、哦，我对那个公里比较没概念，那100公尺我都不知道多远，你知道吗？哎呀、啊，以前都不跑步，脚太短，不跑步的才会这样子、欸對。对，没错，因为脚太短了，不好意思跑，都跑输人家、欸。对对对，干脆不跑。现在这个要量、啊、没有没有、啊，对，不用跑，我们就站着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也一样啊。是啊是啊，多可爱。对不会不会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哎、好，好啦，啊，谢谢两位哦，哦安排家庭后天谢谢谢谢谢谢，请回座休息，谢谢。你说的安排好几位蟹粉。